怎么有股奇怪的味道？是吗？哎呀，这个家伙真把我当小宫女一样使唤，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还把我当 Hello Kitty 这是我新鲜榨出来的两杯椰子汁，是冰的哟，你要不要尝一下？冰的？嗯，你不是不让我喝冰的吗？是，但是我看你这好几天没有吃药了，偶尔喝一次应该没有关系吧？尝尝。哎呀，不行！哎呀，你这身子骨这么弱，万一要是喝冰的，闹肚子了怎么办呀？算了，还是我自己喝吧。拿过来。 谁说我身子骨弱的？胡说八道！嗯，怎么有股奇怪的味道？是吗？嗯，应该是我加了其他的水果，营养更均衡。好吧。 喝完了，你拿走吧。今天就不用再过来打扰我了。好嘞，您放心，绝对不会来打扰您。好好工作，再见。很好，很好。李小蝶，你在里面吗？ 这游戏都打了好几轮了，怎么啦，大神？你用完卫生间了吗？用完出来。我当然是没用完啦。我要是用完了，我不就出去了吗？ 还有多久？我这儿还有挺久呢。怎么啦？你很着急吗？没事儿，我不着急。哦，那就好。你快点啊！我正在上厕所呢。哎呀！ 我还有挺长时间的，我实在是出不去。如果你坚持不住了，你就要告诉我啊！切，让你折腾，报应。